直播你们的会议。巨蛋将军有解吗？柯P被问会不会跟赵腾雄见面，面带笑容不说话，那头远雄平喊话：希望能够跟市长见见面，拜托能够跟柯市长能够见见面，祈求能够跟柯市长见见面。连说三次希望和柯P见面，赵腾雄接受广播专访透露，为了解决巨蛋僵局，自己和北市副市长邓家基前后碰了七次，眼看九月八号公安改善期限就要到，希望能直接和市长柯文哲坐下来谈，见面要私下或公开都可以，最好还开直播全程公开。赵董事长跟柯市长本人的见面，柯市长也表示，在可以解决问题的前提之下，这样的一个安排都可以讨论，都不是问题。柯P不排斥见赵腾雄，上次柯召会是去年一月，至此巨蛋僵局无解，柯召再会出现契机，大巨蛋风波能不能平息，市民都在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